做每样事情，现在都看着我们怎么做。三一重工前几天继续放的时候，放在第一天，这个上面就有个北极光在这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，都上面都在看着我们。今天也是很特别的、很开心的一个，看着我们这么美丽的一天哦。然后就在这个美丽的秋叶里面，我们先聚在这里，然后共同庆祝这个家中建筑协会以及三一重工签约这个仪式。首先，我代表家中建筑协会感谢各位，对我们协会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，还有各位，还有特别是中领馆各位到来，让我们这个活动更加蓬荜生辉。今天的签约仪式特别有意义，代表了家中两国在政治、文化、科技、人才方面可以共同交流、共同合作、可以共享，也代表了中国的民族企业走出中国，中国的机器走出中国，走向世界 ，Made by China。Thank you.